反而是二垒手守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。这个球三垒手没有接到，传了过去，二垒上跑者要回来得分了，绕过三垒之后，左外手接到球，只能够往二垒传。罗国辉的速度相当快，这时候呢，为中华队再添一分。罗国辉也相当的振奋的一个球。不过这个很难避免的啦，这个这么多观众，怎么可能？尤其现在天色比较暗的下午。多啊！这个球是。吴姐去，吴姐去，你这个打击，这个球呢打成了一个本垒后方的界外，来了。这个球打者是擦棒招式，对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左半边的飞球，左爱手这一回又越过他的头顶了，落地形成安打。这时候二垒双跑者回来得分，这是今天郭彦文第二次打过郑秀斌的头顶。休息室的时候，你那种。本来准备、又被陈永基猫了一只安打，这时候二垒上跑者跨大步绕过三垒回来得分，打击的陈永基这时候也轻松的攻占到二垒。陈永基也为自己喝彩，这一次适时的安打又带有一分打点送回了郭彦文，比数这时候来到了10-5。哇！